福寿螺和田螺的区别，相信很多人都有过深夜在大排档里吃宵夜的经历，其中爆炒田螺就是宵夜党们最爱点的菜品之一。那么你知道福寿螺和田螺有什么区别吗？福寿螺属平科类，是一种软体动物，外观和田螺相似，它的个头比田螺大，外壳螺旋收缩速度很快。福寿螺的尾椎平而短促，螺盖偏扁，福寿螺螺壳很脆，用手就能轻松捏爆。而田螺个头偏小，外壳颜色为青褐色，相对福寿螺，它的外壳螺旋收缩速度较慢。田螺的尾椎长而尖，螺盖形状也比较圆，田螺壳质地坚硬，不但用手很难捏碎，就算摔在地上也不易碎裂。福寿螺有两对胡须状的触角，且细又长，而田螺只有一对触角，且短而粗。